加力，加贼。咱有一挂讲义啦吼，即讲义是暂时免看无要紧吼。咱各位吼，今后会变做真重要的工课。啊，真重要的工课，咱爱要安怎管理这个国家，啊，这个政府，吼，啊，咱甲以前的人发生的代志讲予大家听，啊，咱都有迄个管理国家的智慧。会造出来啊！这吼、今仔日的课程哦，叫做国家的政策甲兴亡。国家的政策若对，参照美国用个选举的制度，啊，都赢迄个专制独裁的这苏俄哦，这是政策对。啊，自然伊到我尾就发展到安尼来。啊，咱即摆看讲以前到底是安怎创？吼、哦，伫即个中原的地带，吼、哦，两千多年前，诶，迄个时阵人的思想是到底是安怎？伫管理即个国家，有一个吼、哦、真，会使未？可以啊，哈。咱即摆要讲的就是法家啦。咱常常听到法家，但是什么叫做法家？法家就是讲哦，人的性是本来是恶态。儒家是讲人性本善，啊，法家讲人性本恶。好，啊，恶要安怎创？恶都你爱设立法律规定了后。该规范，吼、哦！啊，伊举一个例讲，吼、哦，伊这人性本恶，这个人性恶，都产生法律啦。爱强调用个法，用个术，用个势，法术士来管这个国家。啊，这个国家要安怎管呢？吼、哦，这是迄个时阵是咧，这个社会吼、哦、是迄个君王，咱即嘛是民主社会，说法无同款。但是同款，恁若做做一个公司的董事长，做一个教育部的部长，你爱安怎去看即块代志吼？你会使去演变啦吼、哦。当时有一个变化吼、哦，大家拢知影，秦孝公的时阵是商鞅。的变法，啊，伊那成功，哦，这有道理的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来过来看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商鞅啊，但是这张图是以后达个画的啦，吼、哦，就是商鞅，吼、哦，商鞅是啥物时阵的人？差不多，伊是这个390 BC， 就是离今嘛差不多2400年前。都有这款的思想，你也知道2400年前这个商鞅出世，哦，一世公孙啊，名鞅，哦，啊，因为封一个乡这个所在，乡是一个地名啦，哦，咱的姓吼，姓陈啦，姓林啦，姓王啦，吼，拢是这个地名，哦，啊，为陈国来啊，就陈某某。为蔡国来就是蔡某某啊，你就是基本上是地名了啊，所以叫做商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是伫魏国的所在吼，魏国的宰相有直接去甲国王讲，甲国王讲，你爱用商鞅，啊，你若无要用商鞅，你都爱去杀死，因为这人太厉害，恁那边都用你的财产，啊不爱你就该太死，可以无好八国用。迄阵春秋战国有几百个国地的，吼、哦，啊但是一出吼、哦，这个公孙做吼、哦，这个
公叔座吼，公叔座，甲这话甲国王建议了，出来专甲商鞅讲，讲我吼，愚公对公的来讲，我爱甲你建议，甲你摕予国家用，啊，若无甲你用，就要甲你杀死。啊，于是我都爱甲你讲即个代志，即我咱朋友一场，你爱肯先走。啊，你知影魏延安怎讲？即商鞅安怎讲？商鞅讲，嘿。因若无要，因若感觉我重要，无甲就爱甲用；啊，因若无感觉重要，无甲用，嘛袂甲杀死。嘿，伊又对了，无该杀啦，因为不识货嘛。哦，即款的人不识货，买手商鞅全走去晋国，走去晋国了吼，这对商鞅，哦，商鞅走去晋国了吼，晋国哦。甲晋王讲帝王之道，秦孝公讲帝王之道，讲啊困去，吼、哦、无效。第二回，国讲，吼、哦、讲王道，这个吼困去啊，不爱听。第二遍吼讲王道，嘛不爱听。第三遍讲霸道，哎、欸，有趣味。秦孝公有趣味，听，你知影这一听咯，听几啊天，安尼两个在讨论咯，讨论几啊天，吼、哦，啊，专拜这个商鞅做丞相的意思啦，吼、哦，做丞相，啊，一切代志都照商鞅的法度落去行，吼、哦，拢总实行两边的变法。可以在建国时代吼、哦，变做一等强国。本来咱那么一个国家，建国是咱那么啊，哦，定来往往欺负，哦，啊，即话变做一等强国，哦，啊，到底伊是安怎创？但是真可惜，伊买手去用做策略吼、哦，买手因伊这头家吼、哦，这头家就是秦孝公吼、哦、死去了，无。啊、死去了，伊个下骹个人吼、哦，就讲商鞅要预谋反呐，要谋反，啊，伊就讲啊，这所在袂大，赶紧走，吼、哦，啊，走去也袂隔边境个边界个所在吼，一间旅馆，啊，就去要休旅馆，啊，休旅馆，旅馆讲，哎、欸，身份证摕来，伊讲，哎、欸，无身份证呢，伊讲，你若无身份证吼，我都袂使互你住。你若犯罪，我甲你同一个罪，吼、哦，我袂，袂，啊，迄、那个商鞅想哦，哎呀，做法自毙，哦，这就是讲我做这个法律出来哦，到尾就害到我家己，哦，这做法自毙，就是这安尼来的，啊，伊买手全去用掠转去，哦，掠转去用个策略，什么叫策略呢？策略就讲一个有两种啦，吼、哦。一种是活人，啊，五只马，吼、哦，一个创头壳，一个创一只手，迄只手，啊，一只脚，啊，同时为五个无同款的方向，佮行出去，啊，人呢，就离开了嘛，吼、哦，这个策略，吼、哦，这是一种刑法，但是这刑法有两种，有一种就是活人体个，有一种已经死啊，大概咧侮辱尸体，吼、哦，两种做法。啊，这商鞅变法是真强，但是到尾就做法自毙，这嘛是以后咱爱注意的所在，吼、哦。对，这个一个一个吼，一个法家内底一个一个叫做韩非子，吼、哦，这个、韩非子吼、哦，真巧真巧，但是吼、哦、大智，啊、哦，讲袂好势啦吼，啊，伊著作真多，吼、哦，带即寡文件哦，即都是韩非子写的，毋是我写的，吼、哦，迄一二三四五六七吼，写到47章吼、哦，就是讲吼、哦，一个国家要亡去，会象征会迄、那个，伊、那个迄、那个迄、那个有一个预兆，啊，是你爱安怎去看？
哎，伊拢讲君王，咱即阵无君王啊吼。但是你会使讲啊，即、這个你若做即个部长，你若做啥物局长吼，你下骹爱安怎管吼，大概会用做比较啦。啊，即、這个韩非子吼是集大成，吼，伊重视法律，咱即摆民政府嘛是讲理论的嘛吼，法律嘛吼，咱得讲法律嘛，同款嘛，啊，即甲你即法律哦，异曲同工啦，咱爱用个理来赢，吼，啊，用个理，用个法。对呀，伊重视法律，反对儒家。儒家是啥物事？儒家是孔子诶，吼、哦，诶礼，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回过工作转来，啊，那孔子诶礼奈遐流行，啊，法家奈无流行。诶，撇步讲互你听。你哪去信这个孔子的教？哦，孔子的教了后哦，都乖乖做乖乖牌，这是皇帝上欢喜的。因为孔子在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，你对待君哈的态度，等于你对恁老爸的态度。按对无，敢那对嘞吼。但是你有几个老爸，一个嘛。啊，你有几个君，嘿，真歹讲。啊，上好你来做乖乖牌。所以吼、哦，汉武帝时阵，挫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伊讲吼，我要给我王位，皇子、皇孙、皇干那孙，直留落去。啊、有什么理论啊？就董仲舒个建议讲，英国这个儒家，吼、哦，儒家就好训练一挂人吼，拢空空空空，很多好啊。啊，啊就，你知道，咱都是受教育长大的，啊，佮加上一个东西吼、哦，儒家有一个物件是后边人加落去的，都、就是科举制度。科举制度有好无？应该真好啊，但是伫即个统治者的手内，伊用个科举制度，甲你思想，甲你塑起，安怎来甲你塑起？因为所有的思想，哦，唔爱互你自由发展，伊考试哦，有即、這个会使互你做秀才、歌林、进士，啊，嘛会做个状元，啊，升官发财咧，哦，这是。中国文学就是安尼，啊，升官发财，啊，用个科举制度，选贤与能呢，啊，真好呢。但是啊，伊考试的题目吼，干那一本字，叫做四书五经。你读这个四书五经吼，你就用升官发财。啊，所以哦，我伫研究这个历史的时阵，到个500年前，欧洲社会吼。以前也甲伫东方的汉人的社会共款差不多，哦，封锁，头壳锁掉的。但是因为有叫做宗教改革，就讲教皇95条罪状，哎、欸，安尼阁无死咧吼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大家思想开放，哦，啊，所以欧洲有文艺复兴，哦，工业革命，哦，等等。人按一步一步地跳去，啊！伫东方呢，敢若你读四书五经，你啥物电安怎来？免管，你迄啰地球是圆啊扁啊，甲我无关系，遐科技也无要科技咧。所以思想都缩迄个内底，啊，科科啊内底，啊，大家拢在讲这四书五经的时阵吼，这个社会袂进步，所以这个社会，中国变作次殖民地。什么叫次殖民地？就是讲真侪国家的殖民地啦，因为伊土地较宽哦，殖民地啊、哦。所以伊这个礼，我讲儒家的问题，就是讲这个
这套啊，佮加上后壁人的迄个制度吼，这套歹用，袂用的。你但是你若做国王，你用这套袂歹，吼、哦，互你的百姓吼拢戆戆。法律的作用，法律有什么作用？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指征，就是讲物件有所有权，台湾的所有权在谁的手的，都该规定为好势。哦，定分指，哦，伊讲那有一只路的，你看到一只兔仔在走，大家拢去给立，一兔走，百人追之。哦，一只兔仔他们。无主人的兔仔安尼在走，啊，你就起来立，抓到你的，哦，啊，但是在菜市内底卖兔仔的人，你无必要立，因为迄是物主啊，有定分啊，哦，所以这个法律的作用就是安尼啦，哦。第二个作用吼，法律的作用是。新功具报，鼓励人立战功，哦，这就是伊吼前国设二十级的制度。你若杀死一个敌人一级，杀死两个两级，哦，啊叫算，都爱有战功，哦，啊所以吼，哦，大家拢勇敢，拢去甲人杀。伊这个人性论哦，是好利恶害，哦，因为法家的人拢认为，哦，好利恶害啦，哈，哦，就是讲爱利啊，不爱利害啦，哈，就利避害，就是去挖去利的人，哈，伊讲一个生意人赶千里路，就是要为着赚钱啊，俩唔惊，唔惊路途遥远，掠去的人唔惊危险。啊，这就求到伊的利益，吼、哦，所以伊的结论，商鞅的结论，就是人生有好恶，故民可治也。因为你有惊，啊，有要追求，有惊什么，有追求什么，所以这个都有法度人治疗，这个国家有法度人管。啊，还佫一个吼。哦伊个思想甲人个思想无共款，个所在就是讲不法古不循今，过去个制度无一定爱遵守。阿嘛不爱讲，啊，即摆就现主席都啥物制度在做吼？循今就是讲即摆制度来做吼。哦，哦，啊，伊即讲法术士。这代表性的人物有商鞅、圣道、申不害，哦，这拢无要紧啦，哈，这安尼，哦，啊，申不害是啥物款的人？伊是韩国的思想家，在韩国做宰相19年，哦，和韩国走向治兵强，哈，国治兵强，哈，哦，这是法家术的代表。法家的思想跟咱即阵所提倡的民主的形式吼，有根本的区别。上大的区别就是，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呐吼，即就是讲国王爱集权呐吼，啊，即个爱注意吼，咱来集权有集权的好处啦。啊，另外讲有韩非子这人是。对商鞅以后，凭商鞅较慢出生的啦吼，所以在李白孔吼，李即阵，我看卖2300年前啊吼，生出来吼，哦，啊，因为有口吃，吼，啊，写过来篇文章，啊，即写即挂文章的时阵吼，秦始皇看到即挂文章哦，这个人我要滴这个人。要治这个人安怎防范呢？秦始皇哦，吼、哦，迄阵不是叫做秦始皇，就是秦王嬴政派兵去攻，
讲韩国，啊，韩国讲你们那边无事，我不要来泡啊，伊都是讲我要抵这个韩非子啊，好啊，韩非子，啊，简单，我叫韩非子吼、哦，出使到秦国，啊，就来秦国，啊，甲秦国，因为伊有小可大志，啊，这个秦王政吼、哦，嬴政吼、哦，都无讲啊，啊，这得来吼、哦。这样简单就得一个人才来啊，无啥该用啦，啊，无啥该用吼，结果嘛是去用害死，去用啥害死呢？去用这个秦国一个真出名的宰相叫做李斯啊，吼、哦，因为伊个李斯是同学，过去是同不好同学，啊，同学才讲哎，这摆较用咧，啥物思想拢走去我头前咧吼。哦啊，甲即个韩非子害死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当时吼、哦，西元前二三四年吼、哦，来到秦国，吼、哦，看伊先伐赵，反伐韩啊，先拍赵国，较慢人则拍韩国。李斯继韩非的才能，吼、哦，尽谗言加以陷害，啊，韩非子。要就转服毒自杀，好、哦。所以，以这韩非子注意哦，不其修骨，不法常可，哈、哦。以咱来根据今仔日的实际情形来制定政策，好、哦。所以，对这个政策哦，伊提出一寡理论出来。所以韩非子的理论就是说，主张事在四方，要在中央，代志在各地方在在做，但是在中央啊，真爱集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爱集权，君主于人，集中在君主于人，吼、哦，万乘之主，千乘之君，所以治天下而争诸侯者，以其威势也。因为过去的法，就是讲哦，法不阿贵，哈、哦，刑不避大臣，赏罚不宜匹夫。因为过去哦，你若要去处罚迄、那个国家的这个贵族哦，会真困难，哦，因为特权，啊都无该处理，啊无该处理，你这国都会败坏，哦，所以讲一讲。行过不避大臣，不要因为他是大臣都不该犯的哈。赏善不宜匹夫了，都要想的时候，你得卖菜啊，得做鼓励的啦，你嘛爱想，伊若有功都爱想，哈、哦。啊，所以因就讲严刑重罚。都要党法，啊，咱秘书长定来去讲，鞭刑吼，就是符合这个条件。你有一个错误，啊，都卡层背个咧限几个吼，啊，限一个，你要多一名称，多几个个，吼、哦，这个吼、哦，真符合伊个条件了。嗯，像这些人在讲吼，但啊，这个伊就讲一个例啦，吼、哦。伊讲是守株待兔，讲有一个做产人，啊，有一个做产人做个真好势吼，啊，就丢啊出来了，啥物啊拢好势啦。啊，但是有一只兔啊，讲雄雄走来弄着树啊，啊，才昏倒，啊，全给捡起来。哎，我天哪，那我就白吃的午餐呢哦。啊，听啊，所以伊不爱做代志啊，伊定定踮咧迄丛树啊守株嘛吼，啊，待兔。等第二只兔仔来弄，无一只兔仔要来弄啊！好，啊，悔疾忌医，这就是讲，有人有一个国王哦，患病，啊叫一个医生来，啊医生讲啊，你有某一个病，伊讲我哪有病？好、哦，敢那唔承认啦，唔承认啦吼，啊，佫过一撮，哎，佫较艰苦，啊，这个。
佫叫迄个医生来，医生讲你即马病已经到倒位啊，嘛不爱信。到佮第三回，讲我无药通医啊，你已经一骨啊吼，啊所以翘起吼，就回之之。啊，老马仕途这是虾米意思？老马仕途吼，是因当时去战争的时阵啊，无指南针啊，吼，迄指南针讲皇帝发明的吼，到佮家都假的。迄、那个啊，就是第三幕中间哦，失去方向啦，失去方向啊，要安怎过？要安怎逃离这个沙漠？哦，都甲十几只马来放开，哦，这十几只马哦，带路，看你要行倒位去。啊，咱大家缀这十几只马来行，哦，啊，行，啊，就行出去啊。啊，这个仕途老马，哦，这种。你爱用一挂人吼的方法吼，仕途老马，吼，伊讲智者，巧的人对家己唔知影的代志，就是到遐买嘛做老师，你嘛卖感觉是见笑的代志，伊都凭你较欠一步嘛，伊都用八路嘛，吼，啥买啦？你讲买得到啊？对啊，买家己啊，袂重要。无你在那边沙漠中饿死啊！吼、哦，无巧的人，吼、哦，也无要紧啦哈。所以这是在讲以前的故事啦哈、哦。春秋的末期，封建制度破坏，吼、哦、啊，各国拢接来接去，吼、哦、啊。兴起君主集权，开始兴起君主的集权，吼、哦，啊，平民崛起，贵族没落，吼、哦，这是东西，吼、哦，啊，一向维持国家的礼已经行不通啊。法家在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、哦、开始萌芽发展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咱即卖今日在讲的这挂物件，就是你爱去研究一挂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，法家的观众也是代表人物了。啊，子产吼、哦，子产也是代表人物了吼、哦，就拢行刑法、行法律的人了吼、哦。啊，礼礼生不害商鞅。这商鞅吼、哦，这上重要，这是相秦哈、哦，著有《商君书》24篇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信赏必罚。圣道韩非、哦啊、韩非是有一个叫做性恶论，这就说人性本来就有派、哦、性恶论、哦啊、他说人性是派、哦哦、李斯是秦国的宰相、哦、李斯楚国人、哦啊帮助秦始皇废除封建，定郡县制，这就用真大行的代志了哈。建立中央集权中央的大一统帝国，实行法家的主张，哈、哦，好、哦，这是法家的推行者，哈、哦，这拢是后边的人吼去画出来多哈、哦，这。确实，来形容现在看，咱嘛唔知影。迄阵啊，无相片。萨奇哈，啊，李斯哈，啊，法家是包括法、术、士三个学派，哈、哦，啊，活跃在战国的时期、中期甲后期，哈、哦，了后秦始皇利用法家统一了全中国。你知影这个行代志真无简单，当时战国七雄咧，大家拢嘛用诶。你讲都一个人，啊，你哪有法都一个拍七国拢来？你爱超级用，哦，啊，有秦孝公伫头前该建立一个即落商鞅诶，迄个制度来，哦，啊，商鞅，我会记以前讲
井田制度，一废井田。伊讲吼，这土地吼，该划作一个井字，啊，一人种一地吼，啊，中央迄地大家公众来种，啊，我中央迄地绝对上歹，还是人性嘛。我中央迄地你要压水，你水你压个，我无要去压个吼，对无？啊，你若家己迄地哦，哇，都真骨力啦吼，啊，都是安尼嘛。一取代儒学了、造就了一个强大的秦王，同时也促使秦帝国也迅速灭亡。一爬起来真紧，但是亡也真紧，商鞅的变法来源来对、有制定20级爵数制定20级爵的做法，就是做这个一做一个法律吼、有分20级，抬一个人头1级，啊，对啦，安尼啥？啊，你若抬20个，就20级，啊，20级了后，你就有通迄落叫做食迄落寡500担的俸禄啦，还是1000担的俸禄吼，都有即落，即嘛无算人头啊啦吼，二十级啦，啊，各级爵位吼，拢有产横比奴婢的数量吼，加三吼，在战争中抬敌手一个，受爵一级，可为50、59之官呐吼，啊，抬两个2级，可为100之官呐吼，对了，这都是。商鞅变法也即发布，实行限制废除分封制度，都是甲过去的制度哦，一定会歹谈一场，建立新的制度，制定连坐法，连坐法都迄个时阵都2000多年前都设立了，连坐法是啥？即个砖头有一人犯罪，村的人我爱抓去关，经验啊，所以无人敢犯罪，无人敢违背朝廷的命令。好，为了保护私有的牛甲马吼，那你若偷地牛甲马吼，判处死刑。我细汉看这个，看迄美国的西部吼，大家拢骑马咧。台湾那一只马都无，恁敢有骑过马？除了去佚佗去骑迄款马以外，唔捌哦。迄是啥物理由？满清统治台湾的时阵吼，马是种兵器，一种军兵器，袂使互你饲马。台湾袂使饲马。团日本人来的时候，日本人来无同款，日本人甲马吼，在领导互你饲，普通马互你用，那战争全甲马拖走，这无同款的制度，基本上咱台湾都无这马的问题，经济方面吼，以废井田制度，重农。义商政策，重视农业，对商吼买卖业吼较无重视，重农义商，搁一项这真重要，统一度量衡，这个统一度量衡就是讲一尺偌长，一斤偌重，规定会好势，车路吼，迄买车爱偌宽，规定会好势。有诶，愈做愈大只嘛，袂使。路是偌宽啦，尔啊，你著用做偌大台买车，这个规定会好势。咱伫讲台湾历史诶时阵吼，迄个伫台湾即个所在，就是讲伫台南吼，平埔族诶人叫台湾迄个所在，台南安
安平迄搭吼，叫做台湾啦。啊，台湾迄个所在吼，全荷兰人设置个一军十六娘，吼、哦，一笑就即摆叫一大笑，吼、哦，迄是荷兰人设的，伊用个欧洲的制度来怎么也设。啊，咱做生意的时阵，去甲中国沿海做生意的时阵，因拢袂用伊的笑，拢要用台湾笑，为台湾。这个所在来的笑特别用，因为较公正啦。啊，中国笑的时阵吼，都两千年前吼有规定好势，但是刷了无人规定啊，所以外国齿刷吼较长的、较短的笑一笑拢有啦。啊，台湾笑吼，因为荷兰人管有标准，好、哦，统一度量衡。好、哦，这个社会方面。以推行小家庭制度，好、哦，小家庭制度，专门讲一个厝内底有两个壮年男子，不使你爱一个分出去外口住，哦，这就是鼓励生产了，生囡仔生较侪较好，啊、哦，一户内底有两个囝，到个立户年龄不分居，加倍征收户口税。不，你即摆即个制度，你都去思考吼，那、哦、有符合即摆第一用无吼？好、哦，啊，即摆阁刷落去吼、哦，咱来提即、這个，我有发即个47种王国的征兆。这就是讲，咱头前的介绍就是法家，啊，法家的迄个上大就韩非子一下，啊，伊写即个文，写这47种吼。哦那一吼，迄字较细吼，字较无加重吼，迄、哦那个字较细是伊本文伊原文啦，吼、哦、下骹吼、哦、是改改做即落白话文啦吼。伊、哦、讲国家弱小，第一臣子权重于君主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能灭亡。国家弱小，而、啊、且台湾都国家弱小，啊，臣子权重于君主，势力大于君主，可能灭亡。而、啊、且就讲金小刀嘛，有道理无？好、哦，这会灭亡。好、哦，啊，你若安尼去评，啊嘛是爱评家己，你家己所管的迄挂人，好、哦，是不是有这情形？这可能灭亡来了，不是讲一定灭亡，就是讲你犯了这条，哦，伊拢有47条，哦。第二，无重视法规，干那在意计谋，无利益政事，只找外援，可能灭亡。无重视法规，只在意计谋，蛮久。就是讲，我在这在计谋法规是安怎？啊，你伊敢若讲美牛袂使即个咯，啥物会使即个？吼、哦，得变一挂吼、哦。嘿，你安尼去想吼、哦，你就知影。啊，你去想家己的周围吼、哦，是毋是有犯着即个问题无？第三，群臣喜好研究学术，哦，这是不务正业的吼、哦。贵族子弟好争论而是非。即内斗，商人将伊个钱财吼囥喺国外，吼、哦、平民私斗严重，可能灭亡。即尤其吼、哦、钱吼寄喺海外吼、哦，即伫以前拢有记录滴个吼。即伫迄个电视王朝个时阵，电信公个时阵吼，伊一个财务官独家。赚的钱还是什么钱？外国的钱哦，寄去日本，哦，寄去日本，引起是真大的一个争纷呐，吼、哦，有即挂代志，吼、哦。第四哈、哦，君主喜爱华丽生活，压榨百姓哈、哦，浪费资源者可能灭亡。君王哦，喜欢华丽的生活，压榨百姓，浪费资源可能灭亡。嗯，他一共已经那口径30年，
毋知对毋对咧？马英九，君主迷信可能灭亡，这真严重。咱即摆台湾吼真迷信，吼处处拢有个迷信。处处你讲看电视台嘛，知影拢甲你算命啦，甲你卜卦啦，吼。啊，佫讲啊，全全拢有道理。啊，佫讲佫讲伊以前药拢对，吼，无甲一个讲我以前药唔对。当然嘛是，迄用过药的。第六，以爵位高低决定谏言是否采用。吼、哦，这就是讲，你做官较大，我就采用你；啊，你若做官较细哦，我就不爱插你。这款可能灭亡。第七，国内官禄爵位都可以用利益买来或权势化来，可能灭亡。这就是卖官啦，吼、哦，做一个将军爱出几百万就会使做将军啦，吼、哦，这款的，这款柬埔寨吼，我迄也是啦，啊，台湾嘛同款。君主哈、哦，第八哈、哦，君主处事决断慢，啊，拢无完成，遇事软弱而不决断，好坏不会判断，拿不定主意，可能灭亡。慢给我，你若看会出来嘛是马英九的时阵，你就是有多一点哦，伊就是犯了这个物件，伊毋是讲百分之百，啊，但是咱嘛同款，咱家己嘛会犯即个错误吼。啊，这是个即人，人两千年前写出来物件。君主第九吼，君主贪婪无度，爱占小便宜，可能灭亡。贪婪无度，这个菲律宾做例啦吼。菲律宾在美国吼统治的时阵吼。都一切拢真正常，叫做卢宋克。啊，换即个民主化了吼，马克思做总统，因某有三千三位啦。吼、哦，迄边看看，哇，是三千三位。啊，有三千三位，毋但有几千三、几千领的迄个大衣，吼、哦，歹算啊，这贪婪无度。啊，所以即摆因的人来台湾叫做菲佣啊。我差天差地，哦，我以前细汉的时阵看菲律宾人是叫做卢宋客，啊，即马变佣人，啊，较起的咱台湾嘛同款，因为台劳台佣出去啊，哦，爱注意。君主好女色而破坏法规，喜爱辩论，不求实用的结论，追求表面华丽。而不顾实际功效，可能灭亡。咱秘书长吼，无北查某，就这些重要都得吃，对不？你做一个领导者，钱甲查某这两项哦，这都这写个真清楚嘛。哦，不要好女色，哦，在意。君主心思单纯，藏不住秘密，而泄露群臣之间的国家机密，可能灭亡。所以这句话是思考一下，君主思想单纯，藏不住秘密。哦，在你君主凶狠，不随和，不接纳意见，又好辩，不顾国家利益而任自为，可能灭亡。这一条一条吼，每一条吼，拢有伊个深层的意思吼。你咱在家己在读的时阵吼，你家己去思考，啊，你若拄到困难的时阵吼，得搁摕起来看，吼。所以这讲义爱分落大家原因都伫遮，讲啊来遮受训，啊有看到一挂两千年前写的物件，啊两千年前写的物件，因的智慧。东西当然是一流的啦吼，
来到即阵嘛是一流，吼、哦。十三号，君主依靠强国援助的力量而怠慢，欺负邻国可能灭亡。这不是台湾哦，依靠强国的援助，这是外国人与本国为官者，将大量钱财流至外国，却能参与国家大事、重要会议，又干涉人民生活事务，这样可能灭亡。对，一个外国人啊，怎么台湾做官嘞？啊，甲钱财拢藏在海外嘞？诶，这款人吼，袂使互伊掌管呐，吼。你这以前都讲啊嘛，吼。这个人民认同爱在宰相，反而不认同君主。君主信任依赖宰相，又不能罢免他，可能灭亡。这吼、哦、有喧宾夺主吼、哦，这金小刀了。那、哦、再来，国内人才不取用，转而向外国求人才，不以功劳大小进行考核检层，反而以声誉来作为任用官员的依据。外国人被放在尊贵的地位，高于本国老臣的地位，这可能灭亡。所以咱要用人，那迄个技术性的官员哦，外国我想是无关联啦。哦，啊，这种行政的官员哦，都爱注意。行政的官员哦，你爱求本国求人才。啊，那技术上的吼、哦，就那讲核能工程，哦，啊，你不接核子的人，要这个知识爱对海外给他求得到嘛。哎，迄都爱用国外的人。再七哈、哦，正式地位低于偏房，接下来庶子地位统一嫡子的状况下，接班人选多，群臣会分党派。太子未确定而君主死亡，哈、哦，这个这样可能灭亡。这个吼、哦，敢那得讲王永庆的款，是不是安尼？伊有骨内母嘛？啊，骨内母，即马得伊人死去啊，即马大家拢得夺财产嘛。十八，君主自大而不检讨，国家混乱又自认安定。不知国内资产实力，还轻视旁边的敌国，这样可能灭亡。君主自大，慢叫，好了，哪行拢有哈？再讲，国家弱小又不知谦虚，国力小又不知要害怕强国，甚至还侮辱强大的邻国。贪心自以为是，又不知如何与邻国和平相处，可能灭亡。国家弱小，不知谦虚。咱都不是一个国，国讲有外交豁免权，哈、哦，这都、就是、哦、刘珊珊的案件，都是这款的代志，哈、哦。李三虽以立太子。然而又娶强敌的女人为王后，我这足复杂的，我那太子就危险了，因为群臣会容易担心太子的地位而观望不辅佐，所以可能灭亡。所以讲，王位已经有一个太子，咱即款都无伊迄个制度，所以即款代志较无啊了。好、哦，各。这个，我娶了强敌的女人做王后，那太子就危险。这是
讲以前的啊，但是讲现代社会哦，较无啦吼、哦。你国军胆小怕事，虽然看见问题，却不敢解决，可能灭亡。慢叫哦，对，那每条来算吼，啊，就渐渐的拢会看会出来吼。国军出门在外，而国内已另立新军，让太子作为他国人质而未归，另立太子，这样子就像国家有良主，有良主的国家可能灭亡。这是讲国家不再有两个主，吼、哦，总统干来一个，吼、哦，对，啊，咱的时间要到啊，吼、哦，对，咱搁讲两三条啊，吼、哦。啊，倒来下课，又讲袂了，就你家己爱看，这拢登去厝的哦。其实拢登去厝的哦，你家己要去思考，你要去思考讲，安奈安尼，奈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思考啊，捡伊心来对，以后你要掌管，你要实行，你才知讲啊，我还阁一本纸通变，还阁一篇文章通个来变，吼、哦。嗯，看这有啊无？李三哈，君主侮辱大臣，又遭他们亲近，重罚人民，又叫他来为君主做私事，这些怀有恨意的人会刻意学习如何报复，可能灭亡。这跟咱吼跟农业政策有关联的关，农业都什么一斤饲啊才四块吼，啊刷了都不爱插边啦，真危险哈，拢有可能哈。咱连比稿啊你都出来，两个大臣权力一样大，父兄等皇亲国戚实力都很强，他们会在内部结私党。串联外部，寻求外国势力介入，以增加实力作为内部斗争的筹码。有这样的情形的国家可能灭亡。这就是讲吼，内对分裂了，好、哦，安尼大概是安尼吼。我话，我的时间已经够啊吼。第五条讲到第五条好啊，君主。轻易听从婢女妻妾的言论，采用玩伴小三呐、啊、哈的想法，曹爷对此感到忧心，而君子还常做这些不合法理的事，可能灭亡。好、哦，今天哦，就是主要就是讲，咱把这个法家介绍给大家。大家知道說有這個法家的時候，會去注意到這個以後要管理的時候，人性，由人性來管理，自然你的那個部門會比較健康。好，今天講到這裡，謝謝。